如何获取 Spark 使用权限？这里点击 Spark 的安装目录，点击 License。点击软口申请，然后进行一个命名，这样会生成一个 req 格式的文件，将这个文件发给我们做权限的同事，然后权限做好之后，联网打开 Spark 即可。